他在微笑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新的秩序 Sacrum 时下的新秩序现在已经来到了这种非洲又崛起了，大家看上了他的资源都过来了，中国大陆的崛起，他很贪婪的把全世界 的所有的资源全部都垄断了。那现在是一个电子 computer 的时代，现在是一个低投资的时代，现在是一个讲究我们的健康啊是权利保健是义务的时代的觉醒了。所以你一定要跟着时代的脉动来走动，你才能够掌握商机，才能够处于不败之地。这个 Novus Ordo Seclorum， 那这个 Annuit Coeptis， 请大家注意13个字，就是这里金字塔13阶，在这里这个 Capstone 是顶石，老天爷没有那么容易这个顶石帮你盖下来，那这个样子跟你打100分，你就可以 不必要努力了。98分，还有2分让你努力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一种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，还有新的科技、新的思想，都是源远而来，大家朝着努力再努力，更新再更新。我这个。这种思想真的是画得很好啊，请大家再看啊，这里又是一个大卫星 A S O 画下了一个向下的三角，那这里眼睛这里也画过来。那结果呢？在这个字，还有这个字，构成了就是共济会。你看看他把这个共济会的这个文字呢，藏在这里面。所以，从这些那还有他的那个华盛顿，你如果到华盛顿去，他的 Washington Monument 那个纪念碑啊。555英尺，而他的那个字啊都是特选的，这个 shaft 多长，最后的一个Piramidion 那个小的金字塔啊又是多少，还有最上面闪闪发光的那个当时最宝贵的就是 aluminum 铝的那个研发出来，放在最顶边，让他来接受这一种阳光，让这种反射出去，这个off disk， 这个就是说阳光这样普照出去。这个方尖碑啊，方尖碑到埃及去，大家到处可以看，很可怜。埃及的方尖碑都被这些列强呢搬走，罗那个法国的协和广场。还有意大利抢最多，真的啊。那美国这个是当然不是一根十字花岗岩去把它刻出来的，它是一块一块的石头去雕刻起来，但是你从这里它的几英尺高，那个都是他们有炼金术的那个玄学的特殊的四目术灌输在里面，他们对33，我们现在摄氏100度，冰块0度，沸腾100度，觉得这个天经地义，谁说的？华氏不是有212度吗？牛顿的观念里面，他不认为是100度，很好，他认为是33，33是一个。最高能量的一个四目数。今天我回到故乡，
做春季的主祭。我跟大家说明，我送大家两句话，一个是治天子以治于世人，意思皆以修身为本，修身很重要，这个身心灵的修身是身心灵。另外是老子道德经第54章，善见者不拔，见得很好拔不起来，善抱者不脱，够啊就安了，不脱序不脱线，子孙祭祀不错。好，我们的老祖宗他跟你建的这个林胜利的主错建的很好的地基 foundation， 那上面还有此去的历代的祖孙的弘扬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脊椎有几节，现在32节啊，但是仔细的看第33节已经退化，跟骨盘变成一块三角的骨头，在骨盆腔里面，那个是最神圣的一块石头。那一块石头为什么叫做 sacrum？ sacrum 的意思是 sacred bone， 神圣的石头，是奠基的基石，所以一切事情基石要做好。那祖先已经跟你垫的这个基石，上面来的这十六个字哦，我刚刚讲的那两句话，刚好是32，请大家好好的爱用。这个是我今天回去最重要的一个宣言。那这个今天呢，就从美国的三贤。讲到美国的国玺，美国的，因为讲到三节，我就很想要知道美国的真正的立国精神，还有这些立国精神能不能用一个最简单明了的这样把它表达起来。我在日本的北部别湖那里温泉旅行的时候一高兴在gift shop 买东西 passport美钞什么就放在店家那里，的门口。哦，回到旅馆的里面吃饭，后来想到了，结果他问我，你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完璧归赵，说日本这个国家，除非富士山爆炸，这个国家是不会倒的。哪有什么大妈这种？哎呦，这一堆5万，这一堆3万，这种买金子。这种greedy， 这种因为concern，这些 morality 全部都没有的，把世界的资源你抢了，人家也就是害得很多的地方他要饥饿，这种大概是这样，可以吗？